谁告诉你没有？水力发电机，耶、做出来了耶！你做出？我好拿错，我拿成风力的。算了，就拿着吧。算了，那我再多做几个吧。我觉得就是如果每个电力都只有一层的话，那这个大厦会变得很矮。你觉得呢？那我们就把核电，不行。我觉得我们是把那个，那我们再添加岩浆什么的。我的意思是把，就是把每层扩大成两层，就是每个东西弄成两层，就是水力两层，然后太阳能两层这个意思。太阳能不能两层。你懂我意思吗？懂啊。然后。风力发电机竟然可以。天啊，我现在觉得出去很麻烦啊。我也这么觉得。算了，我们在里面放压力板了。天哪，怎么总是要烧过的石头？就不能想出一点好点的配方吗？天哪，那我们的矿的来源怎么办？你觉得我们矿的来源怎么办？又是个问题。挖石机啊，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挖石机什么的，这样子。我们就需要很多很多的电。对，所以还是用电比较好，这样子。啊，冲啊！啊，按一下按钮进去了。啊，冲啊！按一下按钮过去了。这样挺好的。然后我需要靠我拿上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对，你在拿什么东西？这样子，那个你有烧过的铁吗？你刚不是给我了吗？你还有吗？只有十二个了。你给我吧，快给我，快给我，快给我。好的。我只做了两个锋利的和一个 MFE。好吧，两个锋利的和一个 MFE，MFSU 呢？我看一下。你自己做啊。不可能，你要做的，这个东西肯定你要做的，肯定是你要做的，别想了。我没这个信心。我们需要六个钻石，六个钻石，至少六个钻石。天。好，一步步开始做吧。这铁板需要几个呢？铁板需要两个。天，我们需要多少个铁啊？我觉得我们需要铁了。我们好像从来就没有缺过，我们好像从来就没有富有过电，富有过那个什么？就没有富有过矿。这是个问题，从来没有过。那怎么办啊？凉拌啊？咦？奇怪吧你？咦？我看一下，那我现在应该可以做一点。这个，要不我们就去地狱，然后找萤石什么的。我有了，我有办法了，我有了，我有了。我的意思不是我有了，我的意思是我有了。我们做那个就是 EMC 值的那个东西，我跟你讲过，就是，把太阳能转换，不是吧，就是无尽的 EMC 值这个东西。那什么东西？看一下，你去找，我看一下是不是，那是什么来着？应该是，你去找一下 MK， 然后你看有个 collector 这个东西，你看到了吗？MK， 是哪个？第一个 MK2。哦，好帅啊，感觉。对，这是用来那个，就是给他 EMC 值的。但是我们需要好多。什么给他 EMC 值的？就是给这个箱子 EMC 值的，就直接来，就是不需要从任何东西物品开始来，就可以给他得到 EMC 值。听懂了吗？可以一下子给多少？
很少，但是如果你有很多的话，那就很厉害了。那有个屁用？所以我们先要做黑物质。天哪！我觉得你还去挖矿吧。那我们就要永远挖矿了呀。挖到我们的那个矿物箱子满了就可以了。天哪，那你让我挖多久啊？为什么你不去挖？一起去啊！一起去，观众又不喜欢看我们挖矿，你要想这一点。看，钻石在你身上。铁就三组够了吧？钻，你身上有钻石吗？身上有七个。啊，好，我把一个做人钻石块。哎，不，我们那里有钻石块。哎，三十二被鬼子八摘掉一个，但还有三个嘛？啊，还有三个，那就是27个了。哎，我靠！去吧，我有没有不是这个打算？去吧，啊？我还有个钻石块去哪儿了？还有个钻石块呢？还有个钻石块呢？被你打爆掉了。不可能吧？因为我刚刚打下来之后，你又对他射了一下，就爆掉了。没有，两个都是我打的呀。怎么办？我们只有两个。哦，天哪！啊，会不会还有个孩子在上面？啊，怎么办？啊，怎么办？先做个钻石块出来。然后我们需要做那个，我们需要萤石。我先去采一下，简单的采一下萤石。嗯，改模式。哎呀，完了！哎，这是灾难。你来补一补吧。休想！你去看一下。你看到发生什么了？哦，天哪！一只猪人就在我旁边。这下面是什么东西啊？怎么还被你插满火把了？啊，那个是本来那个怪物生成的地方，你记得吗？就是我们有一集那个怪物总是在叫，然后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，就是那个地方。然后我把他们收拾了一番，然后他们说他们再也不来这里了。然后就结束了。哦，这个故事比《暮光之城》好多了。你还看《暮光之城》？不是，你听说过这个梗吗？没有。就是国外人不管看什么烂的片，他们都会说一句：“这故事比《暮光之城》好多了。”为什么？因为没有《暮光之城》实在太烂了。虽然我没看过。我也没有看过。Still a better love story than Twilight。我现在就是这个爱情故事比《暮光之城》好多了。啊，我的萤石，我的萤石，我的萤石。哎，我的红石呢？哎，我的萤石。啊，我只做出来一个东西。我现在有个东西。哎，我刚物品满了啊！在这儿，先吓死我！我现在有个东西，就是我直接按 C， 然后它就可以哎，不，它应该可以让我直接有工作台的呀。按 C 没用吗？没用吗？应该貌似没用，我看一下。哎，按 V， 你听到什么声音了？哎，哦，对，我现在可以直接按 C 就有工作台了。哦，太厉害了！我可以有，我随身工作台。太帅了！为什么可以这样？我做了一个东西出来啊，然后我需要用这个来做那个黑物质什么的这东西，是什么 ？Mobius Fuel， 怎么做？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哦 ，Chemical Coal。啊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我们需要很多煤炭，这是个问题。你有多少煤炭？我只有64加11个。啊，那你把那些全部给我。好，我这样，哎，怎么搞的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应该是五个。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你有多无聊？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我只需要四个。然后你在做什么？我四个了，四五二十，那我需要二十个。对了，我们给我们自己做到装甲吧。对，我知道，我先把这个给做好。我给我弟说，你说我们做什么装甲？我们没有煤炭了。我们做什么装甲？对啊，
那个，你去找那个，我看一下是什么装甲来着，我忘了叫什么装甲来了。不过需要煤炭，也是需要一个很多煤炭的一个装甲，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煤炭了，叫什么来着？长得像西瓜的一个，长得啊，像，长成西瓜。对，长得像西瓜。看一下，忘了它叫什么。我在想你输入西瓜，它会不会就出来了？我找到了，叫 NANO。啊，你就可以找到了。就这个黑色一套啊，对，NANO，这个黑色一套好像可以进化哎，不是不呃，进化它成是白色一套，那个是充电的，白色一套，这比这可以白进色化。一套更难了，你要需要很多很多电力，像核电那种电力才能做出来。哦，黑色一套，黑色一套。那个需要一来做出来。这红色这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碳西？粉，碳粉，四个碳粉变成这个东西，对，这个挺难的，然后还有两个，反正就是说八，也就是需要煤炭。八个元做这个，需要八个煤炭才做这个，就是说三十二个，再加上一个钻石，8个红石就可以做你出来刚一个说什鞋子么？了。你说什么？一共有32个煤炭，一个钻石，八个红石可以做出来一双鞋子。我们做黑物质光甲，你说怎么样？什么是黑物质装甲？就这个啊。不是，你找那个 DARK，然后你就可以找到了。你就输入 dark，哎天呐。这双甲还不能充电。天呐，我需要这么多算了，帅什么呀？算了，你做黑物质，我做那个会充电。为什么这么多？天呐，为什么要这么多？哦，煤炭。继续。再见了，妈妈，请关火球。我一直以为我在做东西，其实我就是把一个东西重复的把它变回来又变回去，变回来又变回去。天呐。我们的电力满嘞。是吗？天呐，我需要煤炭，我真的需要很多煤炭。我也想看。我们去挖萤石吧。我是在挖煤炭。你在挖煤炭，我去挖萤石。好，我也去。好的，我们一起去。我去看看我们的那个美丽的地狱。对，美丽的地狱，非常的美丽，不骗你，很美丽，非常的美丽。哎，我这里有个钻石块。太好哦，你个贱货！你刚说什么？我需要食物，你有食物吗？但我在地狱。好吧，我在地狱找你。地狱剑，好多红蘑菇哎，红蘑菇要它干嘛呢？希我望好我棒！希望这一集结束，不是我掉进岩浆里面。那你希望掉进岩浆里？有可能的，但以后的话，可能就会有你的视角了。哎，那不是太帅了吗？觉得你人在哪儿？我需要吃的。我好卡呀！你换成原始才日报，我在想，我现在换成原始才日报会怎么样？我现在就换一下。哦天哪，是什么恶心的东西啊！我的天，我的狗眼！哦天哪，哦太恶心了，太恶心了，太恶心了，不是一般的恶心，真的不你是在一般。家里等着我，你等我 TP 我。我等我 TP 你啊！不是你先你我现在就在地狱门旁边，不你我看到你了，你现在是史蒂夫，因为原版材质我没有把你那个皮肤变成那个什么了，你好啊史蒂夫，你快点换了原始材质看一下，别烦，等我都掉下去就完了。你觉得你踩到了他，你会哎呀我也哎呦我也差点。你踩到了你也捡不到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天呐，这就是聪明人的智慧，你看，也讲没了吧？这材质包是谁发明出来的？史蒂夫啊。我看你现在是史蒂夫，好不熟悉。岩浆是不会消失的，这样的岩浆。哎，天，你需要点科普。
好吧，我需要吃，你快给我吃的，要让我跑不动。你把你身上的石头都给我。哦天啊，为什么猪人在打我？啊不是是因为你刚什么那爆炸了，熊孩子在打我，熊孩子在打我，快给我吃了。哦天啊，太恶心了，这柴人包太恶心了，你快给我吃的呀，都快减在减血了，快给我在这。哦天，熊孩子来了啊，我把他给灭了。你去把他给灭了，我有镭射枪，我可以保护自己。靠，你把他引过来了，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。我要五发，哎，完了，我要打住人了。哦，没有，我感觉我要死了。啊，不行，我现在有这个原始材质包，我发现我很不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情这里。完了，我卡死了，救命啊！跟你讲话了，原始材质包。求 TP， 我要死了。你快点换到原始材质包，你就知道什么才叫游戏的美丽了。啊！太亮了啊！太亮了！天哪！好啊，我也换人才是不好了。哎呦天哪！我劝你不要。在哪换啊？在那个 ESC， 然后 Options Video Settings， 然后下面有个 Texture Packs。Texture Packs。哦。你换好了吗？我在换呢。为什么全是马赛克？怎么还没换好？换原始材质包不应该是秒换的吗？哇！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哎呀，你怎么掉线了还是什么？掉线了。啊！你看到了吗？我靠，这才是 MC 啊！这是 Take It。而且我这手上的枪看上去根本不像镭射枪啊！我手上电钻也是。啊，做材质包的人实在是太辛苦了。做我们那个材质包的那个人，对不对？他们是怎么设计出来这么好看的东西的？特别是在这个丑陋的环境下面，啊，我实在太敬佩他们了。好多萤石，但我不能采。对了，你有没有把那个记录点标好啊？就是那个啊，标好了。你不用担心，我标好了。我趁我狗眼瞎之前赶快离开这里。你知道原版的大理石有多么的坑爹吗？看上去，你绝对不想。对，那个是不是你那个是不是造？你那个是不是挖好了？哪个？萤石。啊，萤石。哦、他把地狱门给炸掉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拿出个打火石来的。不过如果真的你别人把你打那个地狱门给炸掉，你该怎么回去啊？就造一个呗，这方不是有很多岩浆吗？只要你有水的话。不是，那你需要点燃呀、啊。对啊。那你拿什么点燃？对不对？你快点燃他吧，或者说你 TP 我，我们赶紧逃，我现在被熊孩子追杀。嗯，好。天哪，这史蒂夫脸！你是不是船都过来了？对，我船都过来了。哦天啊，熊孩子！啊，那个传送门呢？应该在那边。跟着我来呀、啊！跟着我呀！让他别炸我。嗷、哦！我要换回材质包。啊、我要换材质包。天啊，天啊，去死吧！哎，打不到他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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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回去了，不管你了，再见。耶，啊，你在这儿。嗯，好，我们到。啊！天哪！好帅呀、啊！哇！啊！我保证，如果我没有换材质包的话，我们的收视率不会有今天的。哦，我来进去看一下。啊
我们在玩什么呀？啊，我的天呐，下面去来下面看一下。哦，这。这是大理石的材质。这是大理石。我再去逛一逛，我再去逛一逛。还有什么可以逛的？我看一下，哦，箱子。哦，你快点打开一个箱子，然后看看里面。打开这个水晶箱子，快点来打开这个水晶箱子，别瞎了，别瞎了。我觉得蛮好的，其实。一个个像素扑向我的眼前而来啊！我觉得蛮好的，其实。哎，我们快转换煤吧。你看，你看，你过来看这个水的颜色，这水的颜色实在……啊，我要换材质包。啊，天哪！啊啊，呜呜，好，我要等一会儿了，有可能会掉线的。啊，天哪！啊啊！发明材质包的人实在是太伟大了。真的太伟大了，真的太伟大了，特别是 Techkit 这种东西的材质，我觉得做 mod 的那些人真的不适合做材质，你觉得呢？那么掉线啊？对，我一般换材质包一般都要掉线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都没有。哎，你快给我个煤啊！你前面也掉线了呀？咦，其实奇怪吧你？给我个煤啊！我掉线了呀！给我个煤啊！我先卡住了呀！你起码给我个煤啊！哦，好了，换好了。然后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我们就有碳粉，哎，应该把碳粉搞成煤。啊，看上去好好啊，这才有游戏啊啊！怎么了？你想说什么吗？说的不对吗？快放个碳进去！啊，天哪！啊，煤炭。啊，快来把它抢掉，然后我要开始做那些东西。啊，好了，这样子。哎，打粉机是哪个？不知道。我看一下，我才做出四个，哎呦天啊，还需要更多。打粉，哎，打粉机下面，你做，你还连打粉机都不认识了，你还有下面第二个对吧？下面第二个对，你还有多少个煤炭 ？Biu，Biu， 就这点了。我给自己留了两组呀。好吧，我再转换一下，我自己私藏了一个。哦哟，私藏了一组，其实我是没发现而已。哦哟，刚说什么？24个这样子，三。哎，怎样把打粉机怎样把打出来的碳粉给变成煤炭？哦天哪，我可以做黑物质了。打出来的东西变成煤炭不可以？碳粉就不能变成煤炭了吗？不可以。哦。不可以，你刚是不是想用聪明的方法，然后？那个对不对？什么？就是把它复制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哦，啊，我可以做那个，我可以做那个了。我虽然忘了我在做什么了。啊，我可以做黑物质了。哦，啊，做出来一个黑物质了。然后我要做黑物质干嘛呢？啊，我要做那个啊，这个东西，我又需要萤石了啊，说明我需要萤石粉了，呵呵。做这个东西有多难啊！天哪，妈妈了个咪啊！俺的亲娘嘞！你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他要能板。嗯。这骷髅好像看上去挺高的嘛，啊，你很高了不起啊，啊，看不清我们兵长一米六啊。别再说兵长一米六了，艾伦一米七啊。啊，是吗？明显高一个头。
有一个头嘛，才十厘米。好吧，10厘米，你头大于十厘米啊？啊，你头小于十厘米？没有吗？拿尺量量吧你。数学的。你头绝对大于十厘米了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我们应该造一个太阳能板，然后我们应该重启挖矿机了。你造呗。哇，天哪！啊，为什么这么痛苦？为什么我玩这个玩这么痛苦？你看我就在快乐游戏，因为我是在一直在做我自己想做的东西。比如说我现在在做装甲，如果我没有做那些我不想做的东西，你还能够做你那些你想做的东西呢吗？能吗？你有电影？这把剑怎么做出来是吧？这把钻石剑啊，不，这个激光剑好帅啊。你说是红色的那把吗？这个就是那个 NANO 里面的那把激光剑。看一下哦，这个名字怎么叫 Saber 啊？啊，那个哦，那个啊 ，Nano Saber，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，我看维基吧。这东西哦，好像是很难做，两个萤石粉就可以。两个萤石粉就可以了？你开玩笑吧你？两个萤石粉，然后其他东西都还简单啊。啊，我看到了，路线正在做。这么简单？但是东西怎么用我都不知道，因为上次我拿出来过一个，然后在那边玩，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做。啊，你要按 V？ 就不知道怎么一直用，按 V 没有用的，它只会突然闪来闪去的。对，它闪来闪去，它就会一击杀怪了。对吧？嗯，对。啊，我需要什么呢？为什么我玩这个游戏玩这么痛苦？为什么？我慢慢做。我们需要制定一个那个名单子了。来，让我哦，我们那边不是有个板吗？对，我先去。咱去那边写那个写点东西呗。好的，我去写一个东西啊。我们得有规划，对不对？我们得有规划。好的。我需要红石。我们得红石在箱子里，别问我讨了。那个在哪里啊？在那里面。好的，我来看一下。To do list of things to do。一是什么？一是。solar panel， 然后是什么？太阳能 1.1， 我们做这个是因为 core， 然后呢，对，这个结束之后，然后然后还要做什么？还要做什么来着？哎，你这个铁板用来干嘛的？铁板，你先别和我说话。先别和我说话，叫什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？叫什么？那个什么 stone 啊 ，stone 就写 stone 就可以了。那还有什么？还有第三个是power the tower of power， 然后是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油该怎么用呢？油还要用它吗？你觉得还要不然怎么来的电？啊天！就先让它这样一直在静电着算了。好 refine 啊，好了，这样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太阳能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供那个挖矿机。好的，那我们一步步开始来。太阳能，别急，不要急，不要发狂，不要发狂。CC 你能做到的，不要发狂。你有碳粉吗？你有橡胶吗？我一个。橡胶呢？橡胶给你。好的。你人呢？在上面。这马上要坐船了。好的。你不要用它来杀我就可以了。没有，我没有在做剑。在做剑的话，需要我还需要去。